撞到饭店，对不起，打到你几公分。你明明都知影，我这个当初哦，什么？嗯，吃啊？什么菜都唔捌。哦，我想要吃烧烤哦，一个烧烤。对不起啊，烧烤。你妈哦？对。错。阿芳的对手又扭动。错。好。我阿婶冇搞讲，好。我带来的龟龟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好热，都是借口呀。你搞我一束浅蓝色直条纹的西装，要够黑亮面的宝蓝色。亮面的深蓝色。啊，不，你的意思是讲我只会当穿稳定的配色，还有。灰色哦，看你这么顶心，敢是因为明仔载你要去见什么？啊，换我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好啊，我还想说不会是我。你想得美，都三句偶像剧也霸道，嘣嘣嘣嘣嘣，可不可以给总裁啊？霸道总裁的 feel， 真的危险。嘣啊，对了。你怎么会来医院呢、啊？你说哥哥说买妈妈喜欢吃的东西，他就会高兴了。哦，你直接跳到这么后面了。第一段现中，很想赶快下班是不是？他跳到半夜以后了吧？这个NG，也只有佳佳能够办到。